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火爆的楼盘 Park and Maven。 这个楼盘早在几个月前就听说了，但售楼处直到今天5月16日才开始第一天开放。为什么说是火爆呢？那是因为它的位置和价格。话不多说，一起跟我来看看吧。Park and Maven 是位于 Lanley 和素里的交接处，占地15英亩，之前是一个高尔夫球场，环境相当的漂亮，环山绕水，让你能够享受大自然的宁静。加上它位于将来 Surrey 和 Lanley 天车的延长线上，出行非常的方便，附近开车3分钟就是 Lanley 最大的商场Willowbrook， 我们华人最爱的大统华也在里面。这虽然是开发商第一个开发的项目，但是他们本身已经有了40多年的建筑历史，经验非常的丰富。会所有12000尺，包括了 daycare 儿童游乐场、共享工作室、会议室、健身中心等等。第一期开盘的是55套 townhouse 和233个公寓单位。townhouse 是有冷暖气的2房和3房，两房面积1186尺到1214尺，车库是前后停的车位。3房1459尺到1496尺，车位是并排的，起价都是90多万。交房日期2024年的冬天。公寓在社区的另外一端，1房539尺起，50万不到。小2房640尺起，55万起价。2房674尺起，60万出头。每一户都配有车位和储物间。2025年的春天交房。定金支付15%，客人的预览就在周末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赶快和我预约，请拨打电话7788916993或加我的微信。